迎收看中国新闻网冬奥24小时全球全媒体大型直播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，新闻中心。现在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，加入南美洲东部日本。冬奥会正在向我们走来，希望运动健儿们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突破自己，再出水平，相信自己拥有无穷的力量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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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，一起向未来，一起向未来，一起向未来。